台湾人拢爱讲台语吼，对啊。啊，若拄着迄个号做外国啊，阿叔啊，有无？哎，若讲号做，若拄着乌目仔吼，啊，错帅啊喏，你透早乌目仔伫咧民宿内底啦，啊，袂去锁门，啊，倒来个酒柜安尼，看到内面有阿叔安尼啦，我阿叔咧安尼啦，哎，乌目仔就啊苦难，就讲使你贵咧，哎，你安尼啊无敢弄门，你讲我号做门无锁安尼，你若敢弄门，我来讲有人咧安尼，对，敢应啊？感谢咱的所有来请主吼，这是咱五地咱大东镇，咱的下寮村吼，咱的五福全，咱的五福全，咱的五路村吼。